程进去看看哦。虽然说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试驾，但是呢，大家都可以试乘，来到呢我们的这个车款里头，感受它的舒适性以及呢它的高度，完全没有所谓的压迫感哦。以及坐在驾驶座上面的这个一些智能的部分，还有呢大面板的享受。先休息一下，那我们呢？现在时间呢，交给我们现场。